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滑板箱包。首先我们来按起蓝色的按钮，向上拉，拉出拉杆，然后再拉住拉环，滑板自动弹出来。拉锁向上扳的时候，上面的拉杆是固定住的。如果想折叠起滑板，然后就扳下拉锁，然后再拉起拉环，轻轻放下，这就折叠好了。还有个别情况就是这个拉环比较紧，有些客户可能会反映说拉不动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用前腿抵住这个箱包，然后手按住后面的轮子往前按，然后再拉起拉环，这样就可以打开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折叠的时候，拉环如果拉不动，可以将那个上面的拉杆轻轻往前推，然后再拉起拉环折叠起来。好了。